过来，。真的打猎会跟着主人去打猎那种是，意思我只要看到狗可以，我就消，会不会就要看他自己了。好厉害！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刚开始的时候。我第一次进去这个是17的，嗯，我那个时候是年轻的，都是因为然后呢，其实我在山上里面会胡思乱想，自己吓自己。山上真的很安静啊。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就是直接开放，心放开一点点，不要想太多。还在玩，到山上了还在玩，欠打。嘿嘿，还在玩。你听到烧雪了，进去泡温泉过夜没有？我们去打猎的。哎，打一。我不想走了，走。都要按的时间。啪！你跑啊！我给你拉你。飞走。很少在海面结束就一直聊天，不可能。有个事情挺好，嗯，好有东西了，嗯，没差。